大家好，我是 Ryan， 来自FR Freight， 我是FR Freight 的 Managing Director 跟 Founder。非常感谢就是能够荣获这次的亚洲企业品牌，然后也感谢我的团队，也感谢我的企业导师大多 Kelvin Tew 的推荐。就是我们永远秉持着实质行力，如果我们永远是想可是没有去落地的话，肯定什么都做不了。但我秉持着执行力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在未来呢，在3年里面，我们的一定要把品牌我们的公司冲出海外，就是成为东南亚的运输行业首选。感谢主办单位 Studio 以及亚洲企业品牌媒体，谢谢。